31号，同样选秀出身的曾毅和陆虎现身2013快乐男声北京赛区的海选现场，用歌声一同为选手们加油打气，瞬间引爆现场的气氛。我们一起去加油，一起去加油，创造一个美好的温度，拜拜 PM2.5， 我们需要一起去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。哦哦，我哪有人说的那么坏那么差，有没有人要吃我，我真的是个他，有没有人要吃我，我真的是个他，有没有人要吃我，要亲我，要吻我。除了这两位人气偶像，已经接近尾声的北京赛区海选现场还出现了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身影，而他的人气也同样不容小觑，一路走来是不断有选手求签名求合影，更有一位草根选手冲上舞台为其献歌，还夸张的向其讨签。这首的原创歌曲迎合SOHO是今天刚刚写的，不当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选手。 Beautiful Beautiful I come for you now it's you银河守候，银河守候，北京一颗明珠，世界上最美的建筑，花一样的美，银河中最闪亮的星星。谢谢，我觉得净值不是很重要，然后工作的事我是认真的，因为我现在正好来北京找工作，没工作。我是要走他，谢谢。这一插曲也让本就火热的现场变得更加活跃，潘石屹也一改平日西装男的老板形象，放松了不少。在龙丹妮为了表示他对2013快男的大力支持，送上卡通图 T 恤时，他竟然当众脱衣，让画面变得十分有趣。穿着西服有点拘谨，对不对？下了班了哈，就应该换上 T 恤。是有现场彻底放松了。哎，这个不能啦，可以的。哇！那我们掌声在哪里？我们请潘总和龙总合影好不好？穿上这个 T 恤。而除了提供场地之外，当天潘石屹为了给快男造势真的是不遗余力，向来声称不看电视节目的他还对曾轶可的唱功来了段麻辣点评，同时还不忘幽默地调侃下自己来活跃气氛。你唱的我都能听懂。我觉得挺好，还唱的意思呢，就是别太随大溜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要相信自己，要发现自己，是这意思吗？嗯，是啊。你们都是唱歌的，你们唱的歌要跟别人不一样，跟别人一样的话太没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唱得不好也不要紧，我们盖房子的时候也要盖得跟别人不一样，可是有两个人呢老嫌我盖的房子跟别人不一样。谁呀？一个叫任志强，一个叫宋丹丹，是吧？可是呢最后呢，我想这一开始他们都好像是敌人似的，不能够理解这个风格，最后呢任志强宋丹丹都成了我的好朋友。爱奇艺北京报道。